好，下午四点钟，股海大赢家，我是詹玄一，来看到了，今天呢是台指期的结算日，而期现货市场是同步走跌的。台股呢，今天现货最后是大跌了102点，跟9600点说拜拜了。期货市场呢，则是跌了125点。面对这样的持续走跌的盘势，后续投资人应该怎么操作呢？现场呢，赶快为您请到专家，巨阳投顾的郑其昌分析师苏威元，威元老师好。玄一午安，大家午安。好的，威元老师，我们知道了，今天呢，虽然这个期货市场是大跌的，但是有行情哦，对，没有错，做得对，好像还会赚钱哦。对，我跟大家聊一下，其实今天的行情，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，今天的指数，对不对？我们放空大赚，我先讲第一个，放空大赚，第二个股票涨停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在讲的是哦，你就觉得有点这个矛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跌成这样，对啊，有点矛盾，对，我在讲的是哦，今天的期货放空是大赚的，股票涨停板。我说：“吴老师，真的吗？我等一下会证明给大家看。好，所以其实今天的行情，那今天很多投资人都说啊，吴老师还好，我听话呀，真的哦，还好你有听话。真的很多投资人真的打电话来说，哎，吴老师真的谢谢你有跟我讲。好、哦，我跟大家讲真的，所以你看今天行情这样子跌，可是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期货放空获利，股票涨停，我们没有很开心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吴老师很奇怪呢，对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帮我们的客户获利是应该的。第二个，投资人。”你今天，投资人，您今天，我这样讲，你可能这个多单啊，面临到很大的亏损。我前几天一直跟大家提醒，有没有？跟大家提醒说，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运用工具，你没有运用工具的画面，你不知道关键的转折，你会面临很大的亏损。今天果然，今天大跌125点，台指期，哦，大跌125点，你的股票可能跌停板，可能要被追缴，怎么办？所以，投资人，我们才跟大家，我们今天这样子，说实在没有很开心，因为今天股票跌。对不对？大家心情都不好过啦，哦，大家心情都不好过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的专业，能够帮助大家。所以你会觉得，如果前几天真的你有听威元老师的，对不对？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的话，运用我们的工具，你今天就会是赢家，你今天就不会愁眉苦脸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今天原则上这个心情比较沉重一点点啦。好、哦，说真的，今天大跌，我觉得我们不会高兴。为什么？我再重申一次，哈、哦，帮我们的客户获利是应该的。第二个，可是投票，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，你今天面临到很重大的亏损，我们认为有点替你难过。可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。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今天的一个行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们请来到电视的一个画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，4月15号礼拜三，今天往上先开低，往上稍微拉一下，最高在9654，后来急杀，对不对？这一段今天有两段行情嘛，这一段急杀。到了这边，同学们没有想到吧？又急杀一段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有两次放空的获利点，哦，第一段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第二段在这里，今天的高低差相差了146点，今天下跌125点。好，同学们，我昨天一直跟大家讲空方的顺势盘，那我们有没有跟大家讲呢？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吼来到手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的客户所讲的，我们先对一下时间哈，4月14号星期二。哦，我们请玄一帮我们 check 一下。没错。哦，没错哈。对，今天。对，全部的客户都可以帮我们做见证哈。我写什么哈？明天就是今天嘛，台指结算，留意大行情。好，我们请摄影师往下带。我们跟大家讲什么？今天的行情，今天就是昨天哈。昨天行情比较小，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讲，那行情变大机会就很高喽。所以请大家注意，目前的五分 K 讯号在哪里？空方，投票对不对？昨天就跟你讲哦，空方，所以。明天开低，今天我们开低有开低 对？如果大户跟指标还在空方，就是空方控盘。好，我们请王小戴，果然大跌125点，有没有？你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每一次转折都跟你讲中？对我平常不随便讲的，可是一讲你就觉得哇，这乌鸦嘴，好，对，你看有点讨厌我。可是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真的，我们身为一个分析师的责任。要帮助大家，有风险我要帮你避开，我跟大家讲的非常的一个清楚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看哦，今天的结算日，对，我们昨天特别给大家看我们这一本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请摄影师check一下，对，葵花宝典，好，学应该还记得啦，对不对？葵花上面还有这个本人的这个肖像，哦，对，葵花宝典，出奇制胜，指标当冲再进化，我们这一本测试写的非常的一个清楚。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里面的内容，我昨天有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，请你要注意。
我们跟你聊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 不会跟大家讲一些对你没有帮助的，我们直接讲都是一针见血，对你的操作有帮助。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。今天是结算日嘛？对，决战结算日，有台子棋跟周选择权。今天是台子棋，好，那我写什么？红色。我昨天是不是请你特别注意红色的字？顺势盘。哦，玄宇，我应该有提啦，哈，对吗？顺势盘，今天是嘛？空方顺势盘，请你依照多空讯号进场，加码指标进场，速度要快，看到没有 ？Bingo， 全部每一句话都验证。你讲，哎，吴老师真的呢？哦，对，这不是在跟你臭屁的。哦，所以我们来跟你讲运用工具的画面，所以我们才跟大家，我们今天的心情比较沉重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投票你面临到重大亏损，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。你运用工具的画面，今天怎么做？哈，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你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行情。今天4月15号礼拜三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4月15号礼拜三，今天一路下跌，对，一路下跌，卖出讯号，我昨天已经跟大家提到，对，在这里，对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往左上角带一下，这边有个卖出讯号在哪里？9656。9656，好，这个蓝色向下箭头，懂没有？代表什么意思？所以今天原则上通通都是空方控盘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看到红色箭头嘛，对，哦，没有错嘛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往手板带一下，做空讯号，对不对？蓝色向下箭头，请你做空。那我跟大家讲什么？多空讯号是什么？就是它嘛，哦，很清楚，哦。所以你今天看到开盘了，你看到工具的讯号了。是不是还是要做空，对吗？哦，来，我们再请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你看哦，今天很多投票都会在这个地方，哎，赶快去追。为什么？你赶快去追。为什么？哎，看到拉上去赶快追。可是你看，我们工具的多空线非常的准确。你看，弹上去刚好遇到压力，又下，好，慢慢往下带，又跌下来，对，又跌到这里，这边出现了一个低档过来讯号9556，这边你把它回补大概100点，投票。我在讲的是这边到这边80到100点跑不掉。好，那弹上来来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这边请摄影师再拉近一下。这边出现什么讯号？绿色星星。我说其实我蛮讨厌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看到它就要跌 啊，真的啊。可是投票看9566出现绿色的星星。好，投票，我们跟大家讲绿色星星代表什么意思。来，我们再请回到手板。好，绿色星星代表什么？空方加码。那我有没有写加码指标？有没有空方加码讯号做空加码指标？龙港快投票，有没有全部一模一样，完全 bingo 验证？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看运用工具的画面，你看哦，今天这两段你就空两次，大概150点。哦，我说真的嘞，我听到你就觉得那快流口水嘞，真的150点哦，一口就3万块嘞。哦，对啊，3万块就没办嘞，对，不错嘞，哈，对，所以有行情你要这样做。哦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你看运用工具的画面是不是像这样子？卖出的讯号，好，我们再往。拉回全画面，这边卖出的讯号急杀，这边你回补就好了，大概80到100点。这一段，对，再往下杀。好，我们这边请摄影师再拉近一下。今天很多投朋友会觉得说啊，这边可能没有行情咯，对，你甚至这边想要赶快去抢多，而且你不知道要跑的话，绿色星星说完你一定要跑，你没有跑，这边杀下来又是50点。你看这行没多少50点呢，好，投朋友很吓人，对不对？这样50点的空间，短短的一下下而已，5到10分钟，你就获利放口袋，欸，真的，欸，就放在口袋。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，投资你不要想太多。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消极的人失败后选择从此放弃，成功的人失败后选择重新来过。投资一定要选择哪一个？重新来过。为什么？我相信你是积极的，想要成功的。为什么？不然你现在，投资您现在你不会看节目吗？下午4点，现在刚好天气转暖。哦，刚好睡午觉嘛，好，真的。如果你放弃的话，你现在就没有看到节目啊。可是，如果你现在在看节目的，代表什么？你非常的认真，想要反败为胜。哦，温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尽全力帮助大家。哦，如果你有需要的，哦，真的，你不知道说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做多的，也不知道做空的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哦，我们可以帮助大家。好，欢迎你来做个洽询。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你看一下运用工具的一个画面。哈，当然除了今天的行情，我们直接比较一下，因为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内容还蛮多的。哈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投票你看一下，左边是我们工具的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。今天很多投票都会被诱多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一下，这个地方，对，很多投票就看啊，这边弹上去应该要买哦，应该要买，你就很想买，然后就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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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在最高点，对，你就买在最高点，bang bang bang 就下来，投票，对，哎，真的嘞，这样就100点，你就再见了，对，很快很快，非常快。然后这一单你想说，哎，我再买一下， bang 又下去。真的，啊，又50点，投票，你今天就赔了150点。好，我们往左边带。可是投票，如果你有工具画面，好，我们往左上角，哈，卖出讯号，你一看就知道这边
当然都全部都是要偏空，弹上来多空线压力还是要偏空，往下杀100点，这边反弹再遇到加码空讯号，再空一次，再往下杀，对不对？又是50点的一个空间。所以今天的一个行情，你看到、哦、运用工具画面真的很清楚，就如同我们这一两天跟大家预期的、跟大家预测的是一模一样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的画面。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今天跟大家讲，指标人在空方，所以人是空方控盘嘛，还没有跌。那时候今天大跌125点哦，8:56来看，那当然是偏空操作嘛。964里空在高点，真的不赢也难呐、啊。所以50点短线价杀急杀获利了结。那你看，短短20几分钟，50点哦，所以10000块嘛，20几分钟而已、哦，不是5个小时哦，20几分钟，你看清楚不一样哦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。对，工具画面一样跟大家讲，人是空方控盘，今天收最低啊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希望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希望，你如何看到这个美丽的太阳跟曙光？投票，前几天你来运用工具的，今天都看到了，今天跌归跌没有关系嘛，期货是可以做空的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哎，我讲是真的呢，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说，今天的下跌，我们真的有点替大家感到这个。难过啦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很多投资人今天面临到重大亏损。可是如果你前几天有听魏老师的话，你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工具真的不一样。哦，我听话，金价博，金价是博赶快呐。哦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掌握？就是有专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经验帮大家做判断。哦，来，我们再回到收盘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哦，请大家用正确的工具调整好你的心态。您要的不就是带回去可以立刻上手的工具，不用再花太多时间。来学习投票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学习。你看工具的讯号，对，今天蓝色箭头、绿色星星这两笔空单150点，嗯，对，我是直接这样子跟大家。你看工具画面就是如此啊。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画面，谢谢。所以你看，对照一下，真的是不一样，对。你看工具画面卖出讯号，所以今天原则上全部都是偏空思考哦，全部都是偏空思考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讲到这里，我跟大家来聊一下。昨天我们有跟大家讲，我们有个盘中实战的活动。对，我就跟大家讲说，结算过后行情会出现嘛？对，今天就先出现了。好，那你去看一下哈，接下来明天你到底怎么做？对，现在今天很多朋友受重伤，你现在哈，这个叫什么？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对，你现在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哦，对，那接下来的行情你该怎么做？尤其是明天的行情，你又该怎么面对？我们都帮大家想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明天哈有一个魏老师有个资讯分享的活动。跟大家来聊哈，盘中实战的体验营，我们在明天投票，我们就会很会选时间的哈，就搞跨里记啊，对，都跟大家讲，明天4月16号在台北的早上盘中实战体验，什么叫盘中实战体验？你会发觉，欸、没有一个老师跟你讲这种话，盘中直接给你看工具的画面，好，魏老师盘中陪你看盘，我们直接来体验看看，你来看一下工具画面，你看到今天行情，对你今天没用工具画面多可惜啊。真的多可惜！我不要说，说你今天放空赚多少，不是？你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去赔那个150点？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，掌握利润，避开风险。对你可不可以不要去赔那个150点？可以啊。那你有积极，你如果积极一点，跟我们阳间放空，可以获利吗？150点，对不对？你照着工具画面做，真的150点跑不掉嘛？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，你运用工具画面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，明天我们的活动，免费的资讯分享活动要跟大家聊什么？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有盘中工具的实际操作的体验，哦，盘中工具实际操作的体验，还有盘中当冲实战下单技巧大公开。对，投票，如果你对我们工具真的有兴趣，尤其你看到今天行情啊，问的是真的呢，好好可惜，我今天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，盘中工具实际的一个体验，你实际上你就来这个我们的资讯分享活动现场，你就直接有电脑，你就来使用。对，你就用用看，你盘中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盘哦。魏老师会协助大家。那另外第二个重点是跟大家讲实战的下单技巧。对，当你看到讯号，那你要进场嘛？对，就跟今天一样，你看到讯号你要进场，怎么进场？哪边进，哪边出，哪边要加码？对，这个都是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重点哦。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你看到你会觉得说，哎，那个盘中的感觉是什么？来，我们重播给大家看。哦，不是要放 VCR 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重播给大家工具的画面，重播给大家看哦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哦，你看一下，左边是我们工具的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。好，我们请摄影师往左边把它拉近一下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这个讯号，这个讯号卖出的一个讯号，蓝色的一个向下的一个箭头在哪里？9656哦，数字稍微小一点点，然后9656。
哦，应该有看到哈，在这边。好，谢谢导播跟摄影师哈。你看，哎、欸、有哈，9656，哦有哈，9656。好，我们再拉回选画面，谢谢。好，可是投票，你看一般的 K 线，你敢看得出来？你真的看不出来。今天弹上来，你一定想追嘛？可是你看我们工具画面，这边有告诉你什么多空线的压力，对不对？然后好，那你继续看哦，你看哦，投票，你如果买在这里，那你今天就糟糕了。哦，今天的嗨啊，你看。跌到这里，想说啊，应该没事，我再看一下。哦，你没办法再继续看一下，你等于说你不是再看一下，投票，我这样讲，不是再看一下，你变成不敢看。对啊，真的、啊，我不敢再，你不敢再看下去了。可是你看后面怎么走？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对，不敢看下去。可是你看工序画面，对不对？这一个讯号看价值连城，一路下杀上100点。对，这边出现低档乖离之后。才有反弹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重点在哪里？你看哦，工具的讯号，你看中间这边都在震荡整理，对，没有什么大行情，到哪里才有行情？后面我觉得今天工具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这边拉近一下，哦，这个地方，绿色的星星。好，我们对一下时间哦，我们稍微往下带一下，今天的12:35出现这个绿色的星星。好，后面绿色的星星代表什么意思？好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请回到这个手板。空方加码五号，空方加码。好，那你再看到这个星星。好，投票，问题来了哦，不要再问我了，请问你要做什么？做多还做空？做空，做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投票，你以后看到这个讯号，你要做空，要不然你不要做多，对吧？哦，我觉得有反向思考嘛，对不对？反向思考，你不要跟他拼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你看这个讯号出现之后，那你就千万不要 TK 嘛。好，投票，你看。这个急杀，这样差多少？来，我们再回去看一次。你看，哦，因为今天真的行情很重要，我花多一点时间讲。你看哦，这边好，你是觉得行情好像没事哦？这边又急杀，还有一个50点，又是50点的空间。好，到了尾盘就没有什么大行情了。所以你看，今天运用工具画面非常非常的清楚哦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你看哦，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哈，给大家一个观念哈。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哦，钱可以生钱，让您的财富流动起来。对，投票如何让你的财富流动起来？你看我刚才讲我们盘中实战的体验的活动哦，明天的一个活动跟大家来聊一下。你看哦，好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哈，明天要跟大家体验的活动，4月16号礼拜四的台北早上。好，到投票说啊，温老师，可是我那天没有空呢。对不对？你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，没关系，我都帮大家想好说啊，你真是贴心啊、哦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还有6日的活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发现，因为其实这一两天有投票朋友说啊，礼拜四可以来，有人说礼拜四不能来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赶快加码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画面。好，我们要跟大家讲，明天进入五月份的棋子，对，五月棋子的大转折，我们多空的大解密，在礼拜六跟礼拜天，我们全程跑透透啊，台北、台中。斗六高雄，我们一个资讯分享、经验分享的一个免费活动，跟大家来做分享。礼拜六跟礼拜天内容有什么？五月的多空行情转折关键在哪里？棋子当中的短线价差模式的操作策略，投票就跟今天一样。什么叫做短线价差的一个操作的模式？投票，你把它学回去，我真的觉得哈，终身受用。真的，我觉得没有夸张哎，一个赚钱的技巧，你把它学回去。难道不是终身受用吗？你说什么道理？你说哎，王老师对嘞吼，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。所以你看哦，什么叫做短线当冲的技巧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，站在空方，对，短线偏空操作，20几分钟50点急杀几万块，20几分钟，你不用跟他耗5个小时，20几分钟就有了，对，人是空方控盘嘛。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句话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。希望看到的是希望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其实行情很多啦。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哈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，你看这个4月9号对大涨又压回，你看工具画面很清楚吗？4月8号一路下跌，对，卖出讯号，你看是不是都一样？4月2号有没有涨的？也有啊，涨了80几点呢。4月1号下跌，3月30有没有加码空下跌？哎，你再看3月27加码空又下跌又70几点，所以投票你看是不是都一模一样？对你说啊，吴老师真的金价龙赶快，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哦，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，谢谢。我们跟大家讲哦，投资请你不要因小失大哦，投资请你不要因小失大。好，那如何不要因小失大？你来看一下工具画面，你就觉得哎，这一次我们明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资讯分享的活动，你直接来使用看看哦。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，所以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，对不对？礼拜四有
哦，早上。那礼拜天呢？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台北、台中、斗六、高雄，五月期指的大转折的行情，投票千万不要放弃，绝对都要来得及。欢迎大家来做一个下旬。好，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哦，先休息片刻，想掌握更多期货当中技巧，广告回来带你了解。百妈祖求波比，安怡给你好奖励。盘中实战体验营，操作关键多空大解析。四月十六号台北趋势精英家族与您有约，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呵呵呵呵呵，大金空调雄厚，蝉联全球 number one， 感恩回馈现买现扣最高3000元，真好嘞！对，你好一级棒带劲。盘中实战体验营，操作关键多空大解析。四月十六号台北趋势精英家族与您有约，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放弃吧，想被所有人喜欢的那个念头。我该在乎的是我自己。听老行家的，用燕窝从内到外滋补养颜，让我无可自拔爱上自己。我的老行家燕窝。福特酷咖搭载全新进化 2.0 TDCI 柴油引擎，决胜力强悍释放，续航力油耗超越 Hybrid SUV， 防护力精准预见，力量的总和，全新福特酷咖，本周末欢迎莅临赏车。1.5 2.0 EcoBoost Turbo 引擎同步上市。今天呢 ？Hi Mike, how do you do? Hi Mimi, how do you do? 乔登数位美语，分享学习，分享爱。盘中实战体验营，操作关键多空大解析。四月十六号台北趋势精英家族与您有约，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百妈祖求波比。姨给你好奖励。欢迎回到国海大赢家，来关心呢今天的期现货筹码面了。来看到这个外资呢在现货市场是大卖了216亿，这个数字创了14个月来的新高纪录，一年多来的新高了。而在这个期货市场呢也转为空单咯，后续行情看起来是偏空操作嘛。好，跟大家讲，其实刚才选友提到哇这个外资大卖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齁，来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手板，今天的外资现货根本就是用倒的嘛。对，卖了216亿，合计卖了226亿。来期货你看到你也是觉得啊那也安齁转进空单，对，4088口，好，投票。那难道代表这个行情完蛋了吗？不是嘛？我刚才节目 opening 一开始跟大家讲什么？今天期货放空大赚，股票涨停板。吴老师真的吗？对，我要证明给大家看吼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。好，投票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一档股票？这个叫什么？欢喜收割，4月7号礼拜二，投票，你可以回去对时间，好，绝对负责。4月7号礼拜二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我们请往右下角带一下。我跟大家讲什么？出现买进讯号，对，16.1出现买进讯号。好，我们再拉回选画面。这一档股票，欢喜收割，你看一下哈，今天涨停板，你不要再错过。今天的大盘涨这样，大跌102点，今天的欢喜收割涨停板。所以说，哎，吴老师真的吗？真的有买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对，不要找涨停来放哦，不是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请摄影师来到手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讲的4月2号欢喜收割，请布局。对，来我直接试给大家看哦，这样比较好试啊哈，请容许我把它拿过来哈，来这样比较快，时间有限。来，我们回到手板。好，我看到哪一档？4534庆腾的欢喜嘛，啊庆祝，对，庆腾哦，欢喜收割买进来，买第二次哦，一样45344月8号欢喜收割。今天
4月15号涨停板，两只都是大蒜。今天的大盘，好，投资朋友，你说，哎，吴老师这一档真的是庆腾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，这一档，投资朋友4534的庆腾，好，投资朋友说啊，明天还会不会涨停？我不知道啊，哦，我先开牌了啦，我不知道啊，可是还有没有别的？当然有哈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哦，你看一下，对，这一档叫什么？红的发紫。哦，你看我很都很会取名字哦，红的发紫，对，买进讯号出现，然后你看今天这边买，你看又快涨停，好，投票，那你又问了，哎，吴老师啊，刚请教有没？对，来我们再看一下，来我们再回到手板，谢谢。这一档股票今天进场，红的发紫，这边布局40块，到收盘接近收盘现买，快要涨停板。所以投票，你看，哎，真的哎，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很多的股票，接下来红的发紫要进场，对，还有一档。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这一档股票叫什么？钢铁人，哦，请你不要再错过，哦，请你不要再错过。你对股票操作有兴趣的，哦，真的欢迎大家，你来做个洽询。那另外我们跟大家讲，时间也有限了，哦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今天期货的偏空操作怎么做？卖出讯号，蓝色向下箭头一路下跌，对，这边100点加码空的讯号，再往下跌，再下跌了49点空间，你看这样两趟。对不对？你偏空操作两次，真的获利满满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接下来的行情，明天4月16号，我们台北的上午有一场盘中实战体验，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讲盘中工具的实际操作。然后你再看，你六日你有空的一样，台北、台中、斗六、高雄，5月7日大解密。那我跟大家讲，你可以期待时光倒流，也可以不用再苦苦等待。欢迎大家来做一个洽询哦。好，把时间留给大家，祝大家都可以运用工作顺利操作。各位大家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